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。啊，现在是直排轮啊，你要介绍一下那个护具啊。哦，关紧一点，硬硬的。现在穿这个是什么？钢铁人的。来要穿这个直排轮。好了，啊，还要用屁股坐。哦，千老爷爷过马路。啊，千老爷爷过马路。好，出发！哇，屁股都是黑的。我们来看这个屁股都白了。帅哦！加速前进！打开，关起来。哇，这么快！还赶快给人家偷跑出来喝水的。集合咯，哇，满头大汗。现在气色很好。今天的练习小礼物啊，是这件衣服。终于练习完成了。噔噔，这个小礼物是什么嘞？变成你的教练说明。金沙巧克力。你的牙齿都变黑色了。欢迎订阅哦，要订阅吴新义的频道啊！哇，溜完了有这个小礼物茶叶蛋，马上补充能量。
按钮。进到里面了，吴心意说要点。嗯，这是转转笔，你把它转出来看看。哪一个？里面不会转。太长了啦，会关掉啦。要什么？不是那么小。那你又不知道要画什么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有这个，有范范，有吗？有这么多的饮料哦，还有冰沙。另外桌子这边也有一些佐料，这个是他的菜单哦。那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有辣的泰式意大鸡肉面，是泡在猪炖饭。那我们也常常吃这个哦，有蒜香紫田螺，我觉得很好吃。那还有点了一个红酒番茄蛤蜊意大利面。那就要先去前面这个柜台，去前面这个柜台结账哦。看看，干嘛？很香吧？还看戏呢？哇，还在上升哦！我的是饭菜猪，猪在哪里？找不到猪，哇！泰式鸡肉意大利面，然后吴心意还在塞住鼻子，这是你的蛤蜊意大利面，哇！哦，好羞好羞，哦，他油又抽出来这么好吃啊，吃很多啊，一下子就吃完一盘哦。那这个是第二盘，哇塞，一哥哥要吃第三盘了，哇，那个小乖喝着啥的，哇，一哥哥一个人可以吃完这一大盘，吃饱就好，等一下还要去追泡泡。哦，加油！哦，叮叮叮叮叮叮。